你看我妈今天给我拿了这么大个袋子，然后呢我一放学那就来了，走咱们进去吧。嗯，有点晚了，我给你拿两套衣服，我不知道哪个是鱼骨裙，下次拿咱书包。哇，陈宇，看见里边小可爱了吗？这个是初级班，它里边那个粉色的墙好梦幻。对，咱一会儿拍一下，就在这儿换吧。哎，不用，去那儿换。老师在给我梳头。嗯。老师说的好，妈妈说的一点都不好。嗯，不能留前脸，下次再买点发胶。哦，这个卡子是这样用的呀，啊，插上去，这儿还有。两位老师帮陈宇梳头发，就是比我梳的好。好了，就是妈妈今天没有给你买那个什么，那个叫什么发胶，买什么样子的呀？去吧，看老师弄得多好。老师是不是今天穿的也特别漂亮？那个靴子挺漂亮的，个性，个性。老师没在吗？你自己跳的啊，我以为老师在呢。刚刚陈宇跳的好看吗？这个发型好看吗？比我弄得好，就是下次买那个发胶，什么样子的啊？大家推荐一下。我也想当一个舞者了。刚刚你自己跳的呀，挺棒。我出去了啊。老师讲的记住了没有？多加练习。陈云今天这个衣服妆容怎么样呀？就这个拉丁服大点了，最近会到，老师的啊，最近呢会到一批新的拉丁服，给大家分享吧。那我们下个视频见了，拜拜，辛苦了啊。怎么这么高兴？你老回去了？看我给你什么到了？那个雕刻笔，你买的和我买的。回去开心啊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宇。今天呢，我们来拆一下这个手工刀。我们买了两个，一个是我买的，一个是我妈妈买的。大家猜一下哪个是我买的？咱们来看一下这两个手工刀哪个更实用一点。来，请这个黑色的拆开。一，两个。这个是妈妈买的。对。我买的是最普通的吧。嗯。然后它上面是带这个。这是小钻吗？小珠子。嗯。你这个花了多少？我这个花了二十多吧。二十几了？二十三。是二十三，你看一手机。哇，陈宇买的这个漂亮，它这个贵啊。这个是什么？叫雕刻刀吧？对，雕刻的。你打开，然后你看看你的价，我看看我的价。我刚看了一下，我这个是23米，我妈买的这两只啊不到13米。我妈这个倒是挺便宜的，要说好看吧，这个倒是挺好看的，要说实用吧，咱还没用呢啊，咱没用呢。对，你大家说谁买的对啊？哪个谁哪就是冯四宝宝让我买这个雕刻，这个雕刻刀还是雕刻笔？你看我这个，哎，我觉得你这个是刀，雕刻笔，我这个是雕刻刀。嗯，谁买对了呀？一个头大一个头小，好像我买对了吧？那去试一下。雕刻的时候是那种笔，雕刻笔好用啊。雕刻刀咱家有，对，那你试一下吧，让陈宇给大家测评一下。测评测评。
贴。到时候我给大家试一试，这两个比哪个好用吧？来，先用我妈这个买的这个。哪个好用啊？这个铅，这个用的时候很顺，是吧？就跟铅笔一样。那用这个刀。这个倒是有点沉。是有点沉是吧？你觉得哪个好用？都差不多一样。但是相比来说呢？你的这个好用。那妈妈这个是买对了是吧？嗯。你就是花最少的钱买最好，就是最实用的东西。所以有些东西啊，它不是贵了好，就是用的方便，就怎么实用买什么。这个吧，这个也挺好看吧。成语怎么有点开心了呀？没有，都挺好的，都是你的。这个小东西就不退了，确实都是我的，都是你的。大家还想看什么呀？太好用了，可以给我们再给大家测评。然后这个呢，像不像那个小魔仙巴拉巴拉小魔仙？还有什么奇妙萌可，最近有那个魔法棒，哇，妈妈给你买了一套。真的真的。大家有知道那个奇妙萌可吗？随后给大家再测评。哇，陈宇更喜欢他的，你们喜欢哪一个呢？漂亮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